初的端午节，中国南方的家家户户都要浸糯米、洗粽叶、包粽子。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大家知道最近我们有一个什么节日吗？端午节。有腐乳，有老干妈，这是糖，老干妈，这是小粽子，这是啥？面醋，面蜜，这是腐乳，炼乳是吧？这是腐乳，炼乳吗？不是，小朋友才吃是炼乳吗？什么呀？闻闻这味儿，闻闻这味儿，它那个说不出来的味道就很奇怪。炼乳，这是纸条，好像还有纸吗？来吧，好羞啊！不是，是第一个答题的吗？对呀、对。第一题，请听题：端午节又称端阳节、龙舟节、龙节、正阳节、天中节等。节期在农历五月初五，是中国民间的传统节日。那么，请问，今年的端午节是哪几天放假？这个太简单了吧？这个太简单了。因为我同学才过去，这个我真是放假的话，但是这怎么知道？我知道，我也知道，肯定的。哦，我应该知道是哪几天？对一下，是不是？24、526。我可以回答，不对，回答错误。25、26、27。对，为啥呀？因为25号才是端午嘛，端午送三天。哦，对啊，我侄儿不是25生日吗？哦，老干妈、豆腐乳、醋，选一样。哦，老干妈呀，老干妈呀，选老干妈吗？好的，排除掉老干妈，其他两样各舀一勺，当着盘子里。啊！你们好狠呐！不，我喜欢，我也喜欢。我明白你们套路了，好厉害，这叫游戏，这才好玩。哇，好爽啊！这样，好恶心啊！我觉得好恶心啊！下一个，世界顶尖的编号二。以下关于端午节起源的说法不正确的是 ：A. 上古时代祭龙 ；B. 纪念我国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 ；C. 纪念伍子胥、曹娥及介子推 ；D. 萨达姆偷了老布什家的高压锅，请作答。等等，选 D。哎，这个不是送分题吗？选 D。他 D 是啥 ？D 是啥都没听清楚。他什么偷了谁家的 ？D 不是 D 的话，这六个全部加起来。回答正确。那偷了高压锅怎么的？说说起源故事啊！我的妈呀！我拿它，它可以干嘛呀？我终于还是克服了这道难题。我来一个蜂蜜。哎，那干嘛呢？干嘛呢？这是干嘛呢？干嘛呢？这把意思了。今天不。这人有多好笑的？我第三个。第三题，请听题。马克先生。有一天，马家琪收到了100个粽子。粽子钓鱼，他决定一顿就吃完。来人，请问啊，他会选择在一日三餐中的哪一餐吃？一日三餐，请作答。三，这都没答，这都没答。错。哎，不是，等这个问题是我吃，你们跟你们有什么关系？那你们怎么知道我吃啊？那你说高考阅读语文，那个作者还拿不了满分？那作者点上写我的名字吗？正确答案应该是中午，因为。因为是端午节，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。我马家琪有100个粽子，我想吃不吃就吃不吃，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啊？正确答案是中午，因为早晚会吃撑。这是个梗，这是个梗。老干妈吧，老干妈最爽。你选老干妈，对，选老干妈。好了，排除老干妈。这个，哎，一个外地人，人生地不熟的来你们重庆过端午节，然后，哎，我吃个粽子，我还决定什么时候吃，是吗？哇，哎，再来一点，再来一点，肉，一勺，一根肉，哦，这好点是吗？你也这样叫？啊，我好紧张，到我了。你先提醒点呢，有易有难。这个是五次啊。
四号，请听题：丁程鑫吃一个甜粽子需要2分钟，宋亚轩吃两个咸粽子需要3分钟。算错题啊！在他们各自吃了10分钟之后，请问甜粽子包的什么馅？糖。甜粽子包糖吗？甜粽子啊？甜粽子为什么包枣呢？我没吃过甜粽子。那包啥馅啊？包啥馅啊？包啥馅啊？我知道，包枣啊，包马蹄旗馅。因为我们、啊、因为我吃的最多是咸的和白的，就直接蘸糖吃了。甜粽子不包馅。包馅儿，包馅儿不是蘸糖吃的吗？不是，你看他出的题都是那种。对呀、啊，这样子不是这么简单。正确答案是豆沙馅。啊，对、啊、对、啊啊、，OK OK， 是有是有，这个确实是真的没办法。这道题，这道题关我有什么关系呢？没有啊，就问甜粽子包什么馅儿了？选吧，我选醋。倒吧。倒，那直接是倒。我觉得应该是单数，请说出三个端午节的民间习俗。啊，这个很简单啊，吃粽子、划龙舟，还有什么？放鞭炮，再一下放鞭炮，对吗？是吧？好像是吃粽子。吃完了，这好小一坨。明天估计上不了课呀。明天就拉肚子，好吧？对哦，到我了，我也应该。明天就拉肚子，好吧？知识。来，第六题是谁？小雨儿，小雨儿。就会被制裁了。他直接输不了了。第六题，请听题。没有题的限制吧？3秒。刘耀文和张金元一起吃粽子。刘耀文说：“张哥，你吃这个大的吧。”张金元说：“不了，耀文，还是你吃大的吧。”请问，二人的行为对应了历史上的哪一个点？孔子要点。厉害，我也想到这个。不是这个，不是这个，我觉得不是这个。要不你把那个什么包碗，你吃粽子吃。我觉得简单的包。我觉得这个太简单了，肯定不会是这个。简单的直接啊，对吗？不是，就是什么圈啊？错是回答错误，是不是回答错误？回答正确。就是啊。厉害，没事，厉害。怎么可能会这么简单的想到跑路了？有些教材。不简单，他自己说了。你看刚刚那个看的都高阳光，什么高阳光？亏高阳光。吃饭糖了。哦，给我留点啊。哦，我好想吃糖。我应该有机会，我应该有机会吧？如果你想吃，都简单的应该只会两个。我也想要，还有这么多。重要一点。你去吧，不是，你留把那个列过去。来吧，来吧，这题应该行吧？哎，你呀，这么少，羡慕的眼神，羡慕的眼神。第七题，10秒钟，回答限制啊，请听题。端午节，严浩翔收到了一个包裹，我没收到包裹，是一瓶包装精美的雄黄酒。贺峻霖路过的时候问他，这是你自己买的吗？严浩翔回答，不是，不知道谁送的。贺峻霖说，那把它送给别人吧。有空啊，你有钱就有空啊。严浩翔继续回答，好的，请问贺峻霖空格处说的是什么？这送给别人吧，你现在还小，你是未成年，你不能说。啊，对了，对了，肯定对了，回答进去。好兄弟，等我。这是看了题干的吗？这看我，这是不是这三个人是不是提前看了台本啊？对啊。用我严重表示质疑，我质疑这次游戏，我太质疑这次游戏了，不好意思，练什么？好，你看我们这就凑齐了，还有开伏笔，老干妈呀，是要伏笔吗？选醋啊，老干妈呀，选醋啊，哦，把丝封闭，直接清空。好兄弟，等我。哦，敲个大粽子，大粽子，大粽子。哎，热的呀，好贴心啊。那我三手。老婆的，我开了开了开了 ，Yes baby。嘴巴朋友突然的关心。太好吃了，太好吃了。
汉字哎，多好吃啊！哎，夸你，从来不用中午吃光。是，不要，他是说早晚，他掉，他是不要掉，他是说的早晚。哎，没人掉了，我们来几个。早晚是，早晚有一天我会把你放进去。OK。就你玩一个微信上的，还有 K， 你说这个只能在中午玩，因为早晚会。就是这个意思。Thank you。怎么这么黏啊？是好吃的，是好吃的，兄弟们，我不信。哎，我这个是好吃的，我也好吃。哇，好好吃。哦。你那个筷子借我一下呗。哦。我吃完了。这么快。吐出了一口浊气，吃吗？不要吃。哇，你个亲娘！你这是什么呀？你可以解释一下吗？我就是想把腐乳的味道。调料界的三大巨头混在一起了是吗？就像我这儿。大哥，干了。干了。来。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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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啊。像那种过期了的粽子已经开始发霉，发霉，知道吗？粽子我觉得好好吃的啊，让我蘸一点你的饭，有个好笑的，上一点我的妈呀，蘸一点白糖好好吃。小哥已经吃完了，小哥一口闷，感情深，上头，真的上头。看看我这个。这回粽子蘸醋真的是上头，选醋，醋哪我不知道醋哪，它那种醋味儿，歇后语吗？直接，我先来一口，我先来。串串粽子蘸醋，上头，一定得吃完。来点试吧。来了啊，兄弟们 ，C B C， 干了。